求先敬拜的時候，覺得那心是要住，好似有些東西釋放不了。那剛才敬拜的時候，直情祈不穩，要坐在那裡，都維持了很久，後來我想起，可能有時候為了自己家裡的成績，還有因為可能之前要抵先去看，經常都跟自己說祈禱交給神，但可能自己心裡都有少擔心，自己可能信心不夠，但藉著剛才的時候，祭住直情釋放了，裡面很有平安，好像那個捆綁已經沒有了，很感恩，很經歷到神，多謝主。